也吃人家那种花生啦，哦，吃白糖啊？真的喝白糖啊？不喝白糖啊？你那吃得起？就那子吃得起啊？嗯，白糖香点儿噻。嗯，白糖，你看这个铁棒棒嘛，那这个，那手推把不得动啊？嗯。 在挽菜呀、啊！啊，挽菜。看我老汉儿在挽菜，哎呦！ 加入战队，挽菜了哈，兄弟们！还是专业的，专业玩。 看到没有，这是我们的隔壁邻居，刚才种的花生来的，干起了，由于牙齿落了啊，所以说起东西就吧唧吧唧的。
以后我们到了中年的还不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人都有老的一天噻。一把柴，找到就可能好了哈。好贵噶。嗯。这里面那你叫二十天吧，我不能快一点的。
两把包，可是好像没用的，锅都是放的嘛，我烤两个没用。妈的，这香的很的，香的很的。我也把你烧，我也把。